看看新闻网。那接下来看下一条消息，电视剧《雅典娜女神》将于年初三开播，来听听叶璇、莫小琪两大主演说说拍戏背后的故事。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莫小琪和叶璇是好友，但在电视剧《雅典娜女神》里，两人饰演的却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为了不同的信仰展开了一场代号为雅典娜的情报对抗战。虽然是抗战剧，但浪漫的爱情故事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和我们的大南东刘德佑先生的各种不止床戏、吻戏、床戏加锁那个什么绑在一起的拿鞭子的，而该剧拍摄时，恰逢莫小琪结束了自己与黄海波的多年恋情，为了让闺蜜发泄失恋情绪，身兼制片人和主演双重角色的叶璇就给莫小琪开辟了自由发挥台词的特权。他对剧本有意见以后呢，他就开始自己编，所以我画字幕里有他友情编剧，他当时呢又陷入这个情感的漩涡，对吧？一下子又这一下子那，谁说的？当时还好，然后就让他，我当时很纵容他，就是他的那种爱情的感想呢，就让他。娱乐新天地金一文上海报道。